你嘛真认真呐，因为你真认真了，应该互你得到的。拍摄，就你啦啦 ，You need girl， 啪啪。来这手就胖胖短，来，这火力损耗叫心丸，来这手就胖胖短。这些妹妹好好可爱哦，龙姐很好。接下来你也要学这个舞，要换这也要换这一套服装。啊，你说真的假的？好期待，好棒哦！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呢，整个都年轻有活力起来哎。这团你知不？这团叫咱在地，嗯，咱统一。哇，好优秀哦！谢谢龙姐。我觉得那个好歌啊。怎么改都好听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加入他们以后，整个歌曲的那个元素啊，都变成十五六岁耶，超样的。这首歌吼，一唱起来，大家拢足紧就醉啊。啊，以前哦，起码这顶太红嘞，嗯，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，我是台湾人。是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我是台湾人。啊，不要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，你好，我是台湾人。不然你是哪里人？泰国。你是泰国人？嗯，泰国。萨瓦迪卡。萨瓦迪卡。哦。太精彩了。看这首歌改得好不好听？非常好听。这个节奏。特别。这个青春气息。哎，我都不敢呼吸耶，目不转睛哎，一直盯着哎。纪明阳纪老师了哈，林公子创作无数足侪好听的台语歌曲，在你的贵庚，在咱这里21世纪。新人歌唱排行榜里面担任评审，就这您啊，老苏里有，老苏里有，就不错嘛。咱的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，去内底哈，是，是不济啦。哎，这20几年嘛。有，迄个儿童组的有人做阿妈。儿童组。哪有？有啦。高瑞平。我无讲啥啊。啊，迄校园组查甫有人走啊。有人走啊。哎呀。哦，这咱无讲啥走吼。对啦。出真济名人啦，比如讲方顺吉啦，吼啊，这孙淑媚啦，拢是位啊出来。哇。即摆老师你甲即个啊，这个千玉吼，为了合作。系对。心挂意，无路用。心挂意，无路用。所以，我每次该唱这首歌，其实我就会想到我从基隆，然后来台北打拼，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讲呢，也是我第一首让人家认识最深刻的歌曲。哇，你嘛真认真呐，因为你真认真了，应该让你得到的，应该让你得到。所以大家吼，都感觉讲农村你这条歌出来的时候，我会记得就是我。去夜市啊，拢会去看。对啊。夜市啊，每一档拢咧放这条歌，大家拢咧唱这条。有啊，拢
来哦，冲冲冲！来，在恩师面前好好的唱这首《心挂意不落用》。心悲伤，送你离开家乡，希望你自己爱保重，一切为前途来设想。人生人生路途坎坎坷坷，这是平常。失败痛苦打击是对你的颠倒用，啊啊啊，请你请你一定爱坚强，提出精神大大向前冲冲冲冲冲冲，心看你无为前途来设想，人生人生路途坎坎坷坷，这是平常。失败痛苦打击，有时会对你的颠倒用，啊啊，请你请你一定爱坚强，提出精神。大大向前冲冲冲冲冲冲冲，心欢喜无路用。哎呦！对不起，没事没事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老熟练了，来好一点好吧。伊这最主要就是讲真认真的歌手，付出这多，所以好应该好你得到，应该好你安得是一定的。嗯，你你老了，不会不会，对不起，真情的感动哈。老叔老叔，阿你一坐下不？好，谢谢谢谢嘛。老师，加油加油，老师，教官在为台南。加油加油，谢谢，我给你安了。掌声来感谢咱的文书。谢谢老师哦，因为我妈每次该要做专辑的时阵啊，老师拢特别花时间啊，我拢去厝诶，目屎啊拢连，老师拢一遍一遍地教我教，我一字一字一音一音，还开口安尼慢慢帮我调，慢慢帮我调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今天看到老师真的很谢谢老师，你身体不好，我跳岗来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